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编写讨论生物进化的重要著作《物种起源及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时，曾经提到并引用过一本我国古代的药学著作。他把这本书称为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那么，这本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究竟指的是哪一本书呢？根据达尔文所引用的内容，很多学者推测认为这本书就是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编撰的《本草纲目》。当然，研究尚没有定论，但如果把《本草纲目》称作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应该说是名副其实的。《本草纲目》，中国药学著作，明朝李时珍传，全书共52卷，刊于1590年。全书共190多万字，载有药物1892种，收集医方11096个，绘制精美插图1160幅，分为16部60类，是中国古代汉族传统医学集大成者，并且内容还涉及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冶金学、地质学、化学等。《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出生在明代一个医学世家，受家人的影响，李时珍自幼也喜欢跟着父亲学习草药医学的知识，长大后自然成了一名医生。早在青年时代，李时珍就一边行医一边研究药物，立志要编写一部比较完善的药物书。后来明朝的嘉靖皇帝征召医官，李时珍就被推荐进了太医院，可太医院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在这里只任职了1年，便辞职回乡了。然而没人能预料到，正是在太医院工作的这一年，对李时珍之后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开始计划重修本草。在太医院工作为李时珍熟悉和鉴别各种药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经常有机会出入药房和御药库，这里有外界罕见的珍贵医书资料和药物标本，他不断搜集全国各地的药材，并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字，王府内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也被李时珍看遍了，那些一般人很难见到的草药标本他也都逐一观察并整理成资料。由于资料丰富，李时珍写作的一开始还是顺利的，可越往后他发现药物的种类数量太庞大了，它们各有不同的性状、习性和生长环境，很难把握。李时珍想到，也许只有亲自走进山间田野考察采样，才能更加熟悉和辨认那上千种的药物，于是他把平时阅读资料时遇到的问题都一一记录下来，开始了长期的实地考察。他先后走过来湖南、广东、江西、河南等地，行程达20000多里，走访医生、农民、渔民和猎人，收集民间的药方，进深山里采药，许多药材他也都亲口品尝，判断药性和药效。就这样历尽了千辛万苦，积累了大量一手的医药资料。从李时珍30多岁开始动笔编写《本草纲目》，中间不断的修改，直到他61岁，才把这部长达190多万字的大书全部完成。《本草纲目》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他详细考证并修改了前人在草本学当中的许多错误，比如南星与虎掌本来是同一种药物，过去却被误认为是2种药物。而微蕊和女蕊曾经被认为是同药，李时珍经过鉴别之后则确认它们是不同的。
前人还误认为生姜、山药是草类，李时珍将它们重新划入到菜类。为了纠正错误资料，编写新资料，李时珍花了近30年的时间。《本草纲目》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之处，并且还列入了许多新的药物，不仅赋予验方，还有一些有用的医学史料。《本草纲目》的成就，首先在药物分类上改变了原有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法，把药物分为了矿物药、植物药和动物药。这种分类法在当时世界上是十分先进的，要比瑞典的分类学家林奈早200年。《本草纲目》不仅在药物学方面有巨大成就，在化学、地质、天文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突破。正如李建元进《本草纲目》书中指出，上自粉蝶，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并医书，实该物理。有人评价《本草纲目》是一本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药学著作，这个评价似乎一点儿也不为过。早在17世纪初，《本草纲目》就在世界医药学界不胫而走，首先传入到了日本。1647年，波兰人弥格来到中国，将《本草纲目》译成拉丁文带到了欧洲，接着又先后被译成了德、法、英、俄等10几种文字，辗转世界各地。这部旷世的药学著作，从开始到完成历尽30年，每一个文字都浸透着李时珍的心血。然而遗憾的是，李时珍生前并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终身为之呕心沥血的《本草纲目》印行。由于李时珍在书中批判了水银无毒、九服成仙、长生等说法，而当时皇帝大臣都用水银炼丹，所以当时书商们都不敢出版这部著作。为了《本草纲目》能够早日出版，李时珍在70多岁时还从武昌跑到当时出版业的中心南京，希望通过私商来解决。可惜李时珍并没有见到《本草纲目》的出版。1593年初秋，这位76岁的老人告别了人世。李时珍去世的3年后，《本草纲目》在南京的私人刻书家胡成龙的刻印下终于出版了，从此在国内得以广泛的流传。李时珍的一生因为《本草纲目》而扬名于世，他为我国以至于世界的医药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如今位于湖北蕲州与湖南岸的李时珍墓前有一座用花岗石砌成的墓门，横梁上镌刻着4个大字“医中之圣”，这便是对他的最高赞誉。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这是一件造型独特、纹饰精美的青铜器，内里和盖内相同的铭文使它与众不同。一场不为实载的战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它因何铸造，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东轨。